的传说吧。咱们要听吗？好，咱最喜欢听故事了。哦，很久很久以前。我娘的咳嗽病又犯了，这两天连饭都吃不下。爷曾经生前曾经说过，娘的病只有山上的野果子才能治。我瞧了这两天雾气渐渐淡了，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了。可是，放心吧，这山上我熟得很，不会有问题的。那年哥，你把这个带去吧，据说可以保人。这怎么能行？这不是你娘留给你的传家宝吗？拿着，不然我要生气了。好好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前些天在市场买的，这个肯定是纸的，你带上。好。等我回来。
这姑娘真是倔强，在这里跪了一天一夜还没离开。老朽很久未曾被这样吵闹过了。不是真舍得啊，年哥。你倒是说说，你有什么好处可以给老朽的？我为什么要救你的秦哥哥？雪儿只是一介贫苦女子，没有什么可以给神仙的。雪儿这么高，这身体是村民出名的，是啊，想必神仙住在这大荒山中也没有什么可吃的，希望这糕可以让神仙尝个新鲜。若神仙不喜欢，雪儿就只有一条命了。哼，我要你命做什么？哎，可叹这尘世间痴心男女总是看不破万物皆虚啊。新鲜到新鲜，老朽很久未尝人间食物了。也还不错，也罢，我就插手一次人间之事，帮你一次吧。谢神仙。好啊，听清楚了，能救你秦哥哥的东西只有两样，那就是大红纸与炮仗。你回家让各户准备几张红纸贴在门口，他就无法进入任何一家的门。然后将八丈长的炮仗连续炸上7749个时辰，切记这7749时辰不能中断，否则将前功尽弃。去吧。谢谢神仙。只剩下半天的时间了，我要怎么回去？Thank you.
正如老道所说，五魂靠让并未根除，比如360日也不再发作。所以每逢这日，家家都会吃年糕、贴春联、放鞭炮。阿年妹妹虚竹国庆节，虚竹阿年妹妹。